仆人一金最强配对，没错，就是没有夜兰用行秋代替，没有万叶用砂糖代替，这个队伍对比高配的队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啊。主要就是因为砂糖能给队友加精通，而且还可以带讨龙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仆人的面板，2354攻击力，83暴率，200暴伤，拿的和仆渊圣遗物四角斗士，命作灵命，天赋866。这个砂糖685精通，拿的讨龙，因为砂糖突破不加精通，所以圣遗物面板就是685精通。我们来找工艺试一下伤害，仆人战绩挂被动，行秋大招踢两脚。班尼特战绩消水大招离远一点挂火，砂糖双扩，仆人输出手刀蒸发14万，尾刀蒸发13万，这个伤害非常不错。我们给万叶换上砂糖的圣遗物，圣遗物面板也是685，武器西服4，面板966精通。我们换上五星试一下，因为80暴率一直不暴击，有点脑淤血，吃了个堆高高，输出手法就是正常的手法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手刀蒸发13万，尾刀比手刀低一点，当然实战的夜兰输出肯定比行秋高，所以队伍的整体输出还是五星的要高，不过仆人的输出反而高一点，所以仆人的这个四星配对可以称为最强的四星配对了，就是双扩手法复杂一点，需要多练习。好了，拜拜。